要孩子28天，今天整点牛皮菜根，还有鸡脚筋。哎呀，媳妇儿，你问我几点了？几点？现在是北京时间7:50。真好，哎呀，真好，真开心。本来说是500块钱能解决的事儿，为什么要花好几千？说明我喜欢爱我。媳妇儿，你说啊。你说我这个小手表安排上了，我这衣着啥的，是不是也得跟上啊？不跟上好像不匹配，我这个手表不搭呀。出门是得换件衣服，如果你转200块钱就买个小三。你给我去买，咱们就试试行吗？不用试，咱们肯定得去看，我有相中的了。这是纪小姐。在网上买的，网上买来不及。试试。你就光往去吧，我开车拉着你，好吗？拉我去付钱去啊？拉你去给我看看。你就，我穿完给你看。你都给我气出汗了。你现在一说话，我都有点嘚瑟。至于吗？这不至于啊。你他妈一天不想说你了。我怎么感觉我他妈娶个媳妇呢？你看看我今天这么听话的份上，是不是？明天，你说我拉着你，完了之后咱们俩去逛街，是不是？你自己去吧，这200块钱花。我真有相中的了，你就跟着我。我怕你去相中了，我200块钱解决不了，你在这磨叽，我那不好意思说。你可是我自己不行啊。太合适了，真的。拉出眼泪了。我这衣服一直都是你给我安排，你帮我挑，你帮我参考。一会儿我上网给你买200块钱，直接能解决。平时你都穿280，出门200块钱直接行了，行了吧？